10月15日，陈冠希在社交网站上抛出妻子情书陪的近日出席某活动的靓照，并发文大赞：“超性感、超美丽、超级辣妈。”照片中，情书陪一身黑色裙装，端庄优雅又不失性感美丽。裙装上的黑色亮片和鞋子上的红色羽毛装饰，颇有时尚前卫风范。昨日出席某活动的情书陪，让老公陈冠希眼前一亮，毫不吝啬地夸奖女友。网友看后纷纷表示：“狂吃了一把狗粮，你女友最漂亮，好了吧？”这狗粮吃的人好撑。